商朝末年，九尾妖狐衰微，祸乱世间。出来吧，我的狐族！昆仑为拯救苍生而来，弟子姜子牙愿追随昆仑，成为一个守护苍生的神。妖狐受诛！杀了我，他也得死。别啊！姜子牙，你竟敢强逆天命！昆仑和北海都不欢迎你这种三界败类。你连鱼都能放，就不能放自己吗？为师命你亲斩九尾，斩的不是恶，是善。牺牲无辜之人，这就是天道吗？大胆！是神，是妖，是人，不可轻，不可操纵，不可不救。用你自己的方式，去成为一个真正的神人。